经过了这一个多小时的漫长航行啊，哇，我们真的是跑得好远呀、啊！总算是啊，到了这片海域了。今天新哥、带我们过来海钓，这都快到菲律宾了。我们现在在那调设备呢，钓鱼现在都是采用的是开外挂的形式。新哥正在调试设备。帮帮帮，下路，等等。这都是声呐，看鱼的这个，哎，1公斤多重，这就放下去了。看那个，从哪儿扔下去的？把这看鱼设备就放到这儿就行了吗？这么神奇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啊。这是橄榄啊，不是槟榔啊。橄榄我还能吃，这槟榔就算了。扛不住啊！我们还在调设备。现在这钓鱼的真的是设备太强了，这个，就连这个杆啊都是电的，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往上收啊。有鱼了，直接自己就卷起来了。我也算是学到了一个新知识。因为以前确实是不了解钓鱼这个领域，你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秦哥，像这个电池能存多少度电啊？哦，这个电池很大力的。很大力啊！10万毫安时，这都怎么装？哇！能下到200米的。这个铅估计有个400克吧，一斤了，感觉有。1500克。这个，我的妈耶！一条鱼的重量，这就是我们的小饵啊，小鱼儿，小青鱼，切一下。OK， 小鱿鱼。哦，一个小鱼，它有几个饵？它有几个钩的？几个饵？对。嗯，了解了，了解了，好了。等会儿再上。终于了，再过来。好，现在是直接放线，放线，直接放到底。高德莱，我一根枪把下东都抡了。说这边水域50多米深啊。收线做的很快，这50米呢，你算吧，它是设计的。哦，放到50米。哎。OK， 哇，58米，那就沉底了嘛。再往上来一点点啊！每个船头到船这样啊，投鱼啊！秦哥这个杆子中鱼了，哇，这个我们人不要用在这边。秦哥果然是钓鱼高手，投鱼，好了，往那边用一点，不要全部用在一面。哎，跑掉了？跑了吗？跑了！哎呀，跑这么快？哦，意思就是。只要它能弹上来，就算能弹上来就不算有鱼。鱼的话，它一直一直这样的是吧？啊，它就不弹了。好。然后如果说知道了的话，就按这一个按钮就可以了，是吧？不是这个往上啊，就听声音。哦，这样就行了是吧？没事。啊。有收了。要收了吗？啊，好先进啊，这个。你要正常人拉着拉15分钟。对啊。你先鱼活动还要一会儿，人家装上去了。有鱼吗？有。啊？拿下来看一下。哎，新哥用他的手杆再钓一下，那边还装了个小电瓶。我的妈耶，这个科技含量真的是。好。对啊，就是手杆更像钓鱼。有了吗？你要感觉到的。人家拉出来这么慢。那就是真的了，因为我拍了好多段假的，电池都快没电了。等我等到有鱼了，有吗？不着急，我们平衡配重。哪一只？啊？
人家也挺开心的，有点我跟你讲，你一看你对，这个就是他鱼器。对啊，可惜啊，这个不是昨天什么时候被老鼠咬、啊、咬了线，刚刚包扎的，把那个线给咬坏了。我们抽根烟，真讨厌。现在就是忙掉了。嗯，没法作弊了，不要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嗯，来休息会儿，来来来，哎呀，这钓鱼是真难呐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现在是11:18啊，估计是鱼儿已经是错过了早餐时间，就等到午餐了，breakfast finish， 嗯，等等等。这小鱼儿都用了不少了，真的。钓鱼佬真的是在养鱼。哎，来来来，装着就吃了。来来来，下鱼。还是这叫什么？人挪活，树挪死，这个船也得挪一下才行。哇，这肯定是大鱼了。那。啊！哇，该钓到了。哎呀，起了一条，来了，小石斑，哎呀，也行，可以，至少开壶了，好了，成本回来了，直接切了，继续。当八点，它不是山海鱼，它这个还要放大一会儿，把它弄在水里面。对，要不有了，哎，好了，小的，这是他的小兄弟。这鱼就这么大，没有很大。两条了，把它踢下去就好了。啊，把它踢下去就好了。比我巴掌大。不知道，应该是个小的。啊，也是个小的。小崽子。对，哎，这是一个鱼群吧？它们长得都一样啊。对，就是这个。你看这个点儿就这么大。对啊，把它们几个钓上来，它们都认识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二舅你也在船上，太小，二舅大舅都在船上，都有联系。等会儿坐那个啥，还是放掉，好小啊。还是那个，又是他。哎呀，哎，不一样，这都是石斑了。对，可以。哎呀。第一条。可以。昨天一条石斑没有。哇，这个已经挂掉了。可以。水呀。哇！给他放气，他在夹他肚子。哎呀，舌头都吐出来，眼睛。大家这边是什么？知道吗？就是音乐会，免费，还管饭，快过来。又能听歌，又能吃饭。哎呀，跑掉了！哎呀，看到，你看，跑掉了。好了，拉快了。哎，我这要打快。他死掉了，来，拿抄啊！哎，真的，过去拿抄啊！那边呢？快进来，给动！还在那边。抄啊！来！哇！飞石斑呢？哎，大石斑呢？他已经死掉了。哇！可以！来，压过去了。因为他从深海上来以后呢，压力直接把他压死了。哇！这那个连海筷子是好的。这是钓鱼是我的工作。好。这个竿能放长吗？能放长吗？快，等会儿钓鱼截了。对，别被截胡了。来，收钱了。好。哎呀，总算是钓到一条像个样的。捡了条鱼。这边，在这儿。就在这儿，对，还有，好，捞，哎，好，可以，哎呀，你哪里跑，哎呀，哇，不用钓都有鱼，这个不劳而获，知道吗？明白，这个可以，这个最大的目前为止啊，对，最好看。来，就你来，抓羊！哎呀，哇！这边这个妹子都是，你直接拿手使劲摇啊！啥跟班？哇，这个眼球这鼓起来的，菲律宾班。他偷渡过来的。
偷渡过来的。哎呀，来盖好盖好盖好。哎呀，你们唱的啥？啊，等鲈鱼啊。等鱼是吧？就再钓一条那种就是红色一点的，那叫什么？红心斑是不是？一定有的。有，一定有是吧？好。对。新哥既然这么说了，应该问题不太大。那趟失去希望，每日醉茫茫，不分有吹尽就丢骚人。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，有谁起有谁落，有云带云，这么来行。上鱼上鱼上鱼，有了吗？来，吃完了。就是这钓鱼佬用的这些钩啊，真的是。不像鱼。对啊，你音乐呢？来吧。来。放音乐。哦。那应该是少了音乐。新哥这边还在。你要弄几个钩啊？两个钩。哇，我们这边女钓手啊，用手摇啊，钓上一条鱼啊。对对对，就看你了。好厉害啊！我，人才人才人才，全场的希望。全场的希望就集中在这儿。看一下这个啥，来了！哎，人呢？鱼呢？没，应该还在底下，应该还在底下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他只刮到你的钩。不，解他一下。对对对对。好像不行了。完了。这贻误了战机。对，给鱼还在吗？还在。哎，那这是早晚的事了，跑不掉。没了。啊？好了。哎。不动了。还在吗？哇，你这个太累了。来了，哦，石斑，啊，单机，哎呦，可以，就咬人，来，给你照个相，可以，这鱼不好吃，这鱼好吃，这个叫斑鸡。哪个斑哪个鸡？就这咬人，特别咬人的。啊，这个。它叫护巢。哦，它这个。鱼鸭，烧烤好吃。烧烤啊。没事，我。来搞一条。对，我来搞一条啊，现在。这边应该，这边有个70米深吧？我给你搞一条深海大石斑。我要发火了。真的吃了？就不是它要一直这样子才行吗？它现在你看一下。你看他这样子，鱼聪明得很，吃完了，很棒。真的，试一下。没有吗？没有了，它不挣扎吗？嗯。你就放上了吧。对。钓鱼这个线缠在一起，真的是挺麻烦一个事儿啊。最重要的是啊，大家都舍不得剪，就慢慢解吧。新哥，我们现在是声呐已经是工作了是吧？哇，修好了声呐啊，马上开启狂钓模式吧。声呐。哦，这现在用声呐。杀毒。怎么看到有鱼啊？搞不懂啊。多少米放大是吧？现在这里。这是55米深。那上水壶。啊。这个哪个是鱼啊？这个是钓鱼婆，不、哦，统称钓鱼佬，钓鱼佬。不是钓鱼佬，是钓鱼婆。全船的希望就靠你。对，今天看能不能钓一个像样的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没有，加油！加油！来，我们打气，把它吹上来。阿兄，给他打，快点。电台有啥？上来呀，嘿！哎，有，哎，在，快上来！上来了，哦。
哇，这个什么鱼好漂亮啊！叮妈叮妈，每次都看到。啊，这个啥？这啥鱼？哎呀，叮妈叮妈呀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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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好看，给我拍一个全景呢。好，这个好大有小，对，这啥鱼？好的好的好的，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帮你拍个照。哇，这个多深啊，这个。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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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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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超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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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哇哇，我去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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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你看那贵的杆儿，他不敢上。勾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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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哎我靠，这样跑上去，哇，是不是贵的杆就是干这个用的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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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都够了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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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真的是又被给他给，我都说了他不是钓小鱼的，然后新哥瞧不上小鱼啊，要钓钓大条大鱼啊，看一下，这叫啥，新哥？白瓜子，白瓜子，哇！哇塞！哇！白瓜子啊！哎呦我去！哎，这稀有物种。哇，新哥真的是，半天不开张，开张就够了，就秒了我们。一开张就是天花板。对啊。我靠，两个钩，三个钩得了。新哥说，新哥说这是我的脚底板。远一点，躲他远一点。好。这一个就更贵了，这个。这个很少的。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耶！这条鱼多重啊，新哥？4公斤。8斤。哦，行，看住，别让他跑了。要是他跑了的话，我下去了。哇，太夸张了，拽下来不容易。哎，讲一声啊，有点晃。这个新哥有几条船啊？这是其中一条的钓鱼船啊，乐悠悠啊，乐悠悠。对，主要是他开作弊的，开作弊。这个鱼跟那个图片上的有点像。对，有一个大的。打开打开，看一秒，现在鱼。这个鱼很多，这个鱼上了。哇。好好的躺在这里啊，晚上再收拾你。哇哇哇，这什么夸张，什么夸张，哎，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，好几个杆一起响啊，我都不知道拍谁了。哇，那边中了，那边中了，哪边中了，哇，石斑石斑，不用抽啊，直接干了，这是个石斑啊，可以可以，哇，有这个声呐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，真的这是打的名牌啊，对啊，打的名牌啊，这个有声呐，只要开声呐这100%中鱼啊，风浪越大鱼越贵，声呐功率越大鱼越贵， OK 啊，来来来，好了好了啊，来来来，我就是负责给你们放冰箱，放冰箱，来来来，开，好，哎呀，来，临死之前让你再吃一口大的，哎呦，切，这是珊瑚，是吧？深度56，哦，就在这上面钓，是吧？嗯，这是什么？鳞尖？连尖，哦，也可以啊，挺大的呀。之前钓的三条一样的。哦，这个个头大呀，看看。我哦哦哦哟，现在是1点钟啊，吃饭时间，就是2点钟以后鱼上钩容易点。来来，我拿着。这是啥东西啊？辣酱。腊肠炒饭。哦，腊肠炒饭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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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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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对，我们先吃。这些钓鱼佬都不带饿的。呵呵，那有辣椒吗？啊？有那个辣椒？没事没事，我觉得这挺好的。我吃辣椒少，这是腊肠还是牛肉炒的？腊肠。嗯。哇，香肠炒的。好吃哦。嗯，这个饭和辣酱还是新哥自己炒自己弄的，味道可以，味道可以。我都吃的是
光盘行动。好香啊。对啊，那个辣酱不是很辣，但是非常香，要拌上饭可以。我们现在要继续换点儿，就是说那种钓到大鱼以后再吃饭，再看这碧海蓝天，心情都不一样，是吧？没钓到大鱼，哎，这心情又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钓到大鱼了，待会呢？吃饱喝足才有力气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今天的任务就是钓一条鱼，就是钓一条东星斑。我这个任务是捞鱼。我给你们拍摄。对，这钓鱼佬好厉害。你现在在拍吗？对呀。啊，那到时候我你剪了给我就行。好好好好，行行。这个是啥？在海底这么高？他，你看，这是鳞吧？他22米高，这什么东西？哇！再挂个鱼，对。我们还不相信了。哦，丢，这次我们收线收快一点，你知道吧？放快一点，放快一点。对。哇，到底了，差不多77米啊，这边。鲨鱼，鲨鱼，鲨鱼，哎，小三胡鱼，小三胡鱼。对。这个问题在于啊，如何挂饵啊？就是饵挂好了才能有鱼啊。像他们有的时候挂饵挂的都是跟喂鱼没什么区别，嗯，还是这个东西啊，这个。哇！哎呀，第一步呢，这个好吃啊，这个。哦，这个鲨鱼啊，这个颜色。这个叫王瓜。王瓜？哎呀。有另外一个品种啊。这个好吃，这个叫这个可以啊，有黄有红的这个颜色，因为我有的时候我根本就看不出来到底是上钩了没上钩。别让底下的跑了！哎呀，哇！哎呀，厉害！哇，红星石斑鱼，第一条红瓜，那叫石斑，还得是这个红色鱼叫啥？红瓜子，红瓜子，哇，这个鱼好好看啊！好吃啊，这个太好吃了，这个哦，喜庆喜庆喜庆，这个清蒸一流啊！哎，还是新哥厉害啊，这个。等一下，那个刺儿，这个刺儿，OK， 你们看我们今天钓多少鱼哦，这个太爽了，这个真的，这个不钓鱼的人扛不住啊。现在都快4点了，哎，我都困得都不行了，睡觉。小鱼，哈欠连天的。啊，准备收工收工啊！最后一钓啊！但今天啊，绝对是满载而归的啊！嘿，不要笑的哦，真的是30多条鱼啊！这个是白瓜子，这条最大的是新哥钓的啊，这条鱼。这个红瓜子啊，是老板钓的唯一一条鱼，就这条鱼。这运气真的是无敌了，我的天哪！然后呢，就是一些小杂鱼了。都不错，这是老板的第二条鱼吗？好沉啊！真的吗？啊，好了好了，拽都拽不动了，怎么样？来，七星斑收个尾，哇，绝对中了！对，哇哇，对，七星斑吗？没贵。啊，我还以为是七星斑呢。哇，老板你真牛逼！老板一共，老板一共钓了2条鱼，是一条比一条贵，哎。哎，没有，这条钓了2条都是 nice 的。对呀。每次你来大姨，他都好激动，好开心。哇，这老板的手气可以，有没有？我靠，真的假的？这个，你看那个小孩，这架势的。好了，4点多钟了，收拾收拾，把这杆都收起来了。今天是满载而归啊，满载而归，钓了好些个大的。哦，说真的，像我们这样子不经常钓鱼的人，就一个字困。我都睡了好几觉了，真的。老板今天厉害，老板2条鱼。太阳也要落山了，我们要回去了。
满载而归啊，满载而归啊。就是我不行啊，我这试了几下子，这一条鱼都没有啊，真的是。我们已经回来了啊！哎呀呀呀呀，打到我的脑袋了！先把这鱼啊拿出来，哎，拍个照片。哇，这是今天钓的最大的一条鱼了。有多少斤？有多少斤？六七斤了吧？六斤吧？四五公斤。哇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看一下，今天晚上吃哪一只啊？从这里拍上来。我刚才数完32条鱼，哇！对对对，都在拍照片。玩在乐悠悠，尽在乐悠悠，耶！这是今天最大的一条鱼啊！今天钓到都是一些很罕见的一些鱼，稀有品种啊！对对对对对。哎哎，这条鱼现在被冻的是，彻底是。哦，对，这条鱼死的也值得。这条鱼老演员了，老演员了，老演员了，死的也值了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吃啊？这个没有，这个就很好吃的。对啊，小的嘛，小的好吃。像这个是不是熬个汤就可以是吧？对啊。哇，烧烤，烧烤烧烤，回来了回来了。今天。收获满满呐、啊！哎呀，无敌了，无敌了！无敌了，无敌了！今天晚上这个鱼，我看是怎么弄啊 ？OK， 上来了，上来了。OK， 哎呦！拜拜 ，Thank you， 很高 ，Thank you 啊！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新哥。拜拜。我要回去赶紧的休息一下，主要是钓到鱼了，当然爽啊！来，老板是要么不开张，要么就钓贵的。老板，那条鱼估摸着在国内啊，应该卖2000块钱人民币至少的，就那条叫红瓜子啊什么的。对啊，半天不开张，走走，我们回去换一下衣服，洗漱一下，7点钟集合是不是？好好好，约了吃饭。好好好，仙本那，仙本那，今天总算是玩了点不一样的啊，这海钓啊真的是挺有意思的。7:16了，这回来才休息了一个多小时啊。我们两个呢换了一个大一点的房间啊，这住起来舒服一点。你的手机老板拿着呢，现在老板在给我数现金，下面一个换一茬。然后明天呢我再换上一块表，这个表你先装上。对，这个表你装上，还有这个。好的，过一会儿发哥过来。我买了那个啥和美容盐和水果是吧？要不这样子，星巴克那边的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先过去，别让星哥那边等久了，我在这等发哥，然后我把钱给发哥，对，然后我再过去，你把那个水果拎上。对，我就是在那边的星巴克。对。有点晕船的感觉。啊，对啊，我说真的。我现在还感觉到这个地它有点不太平。好，行，你们先过去。好了，这是1100，老板的，这是我的1100，1234。对的，总共2200，或者交给发哥明天的18单。发哥现在给我的潜水日志盖章签名啊，因为 KOW 课程呢是6000嘛，发哥就签6个字，先盖了个章，我回头呢再去补这个日志，最近真的是忙得不行了。这样子的话我就有40多钱了，距离我100钱啊又进一步啊。7:30就集合了，我的妈呀！来来，您先数一下。特别早走，特别早。哦，你关门吧。好好好，行。我的那个证啊，你今天晚上得加个班啊。
两个人。刚好发哥开车，嘿嘿嘿，把我送到那边去。他们应该就是在海龙吗？海丰，反正这边吧。海龙应该是在海龙。啊。如果游艇哥他们大多数是钓的鱼都是去海龙的。哦。因为那家是中国餐厅。哦。弄得比较合的口味。难怪那个新哥说很多人叫我叫游艇哥。原来是真的。嗯。他玩游艇嘛，对，他买游艇，他的名字又难记的时候，前不叫游艇哥，游艇哥他自己也知道，叫叫叫，他也习惯了。对啊，他们应该到了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那个蔡大哥和我那朋友他们走路过来了，我就先到了吧，我估计我先到了。谢谢发哥，谢谢发哥，没事，小事，好，下次见，好，有。Okay.看视频的朋友啊，有想学 AOW,OW 的可以来找发哥啊，谢谢发哥，拜拜拜拜拜拜。那我明天就18单啊，好，七点半啊，七点半我就在办公室等着就行了是吧，啊，你过去你报你的名字就可以了是吧，好好好，行行，好好好，护照我都发给他，好的好的，行，还有你朋友那个潜水证一定要用 AO, 好的好的好的，行行行，好，没问题，拜拜，谢谢啊，谢谢发哥。这个菜被点菜了，这新哥，他这边点菜很有意思，给你上一盘这个样品，让你选。啊？这边鸡肉的做法居然有30种，我勒个光当！这呢是一条红瓜子啊，这是小的那一条，不是老板钓那条，老板那条太大了，4斤多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这边呢是一条草莓斑啊，这两条肯定都是我们今天钓的啊。老板，看这个红瓜子斑啊，2.3到2.5公斤，是2.5公斤的，要268块钱。那你钓的那一条怎么也得值个300马币。那条4-5公斤啊。来来来来来，首先谢谢新哥，谢谢新哥，哎呀，今天带我们出去玩了一圈。带我们出去玩。对，有鱼吃，有鱼吃，有口福。嗯，哇，这个用语言文字已经很难形容我现在的心情了。真的一个字鲜，这个英文已经是无法形容了，只能用鲜来形容。嗯，真好好吃。哇，这应该是我第二次参加海钓活动，嗯，最有收获的一次。哇，这个真可以。嗯，这鱼真好吃。哦，好吃好吃，哎呀，无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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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。摩擦嘞，这个。嗯。哇。到仙门那来啊，真的可以体验一下这海钓活动，这一钓的鱼是吧，找上一个饭店好好的加工一下，是吧，这个我感觉比我们买的那个真的要好吃多了。嗯，啊，我刚才一直吃的是应该是草莓斑吧，我现在吃一下这个海瓜子斑啊，来了来了，哇，这个真的是无敌了，这个。嗯，哇，无敌了，无敌了。要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？我吃不出来，在我嘴里毫无区别。这个肉比较弹牙啊，这个肉比较弹牙啊，草莓斑。我反正吃起来都很好吃。嗯，他做的也好，哇。真好。嗯，谢谢谢谢。这个也是石斑鱼啊。因为我们钓了，哇，我们钓了好多条石斑啊，就是这应该是普通石斑鱼，直接拿来炖汤，这太奢侈了，真的，这种石斑鱼只配炖汤了，现在是这样。嗯，都不配清蒸，没资格清蒸，啥档次啊，跟这两个一个水平，是不是？上不了大户啊。
哇，这个鱼是真好吃啊！我白天都没有理解，我说这个海钓这么辛苦，这海钓佬怎么坚持的？原来啊，真的钓到鱼以后，哇，这个稍微一蒸一下，一加工一下，这个鲜味儿就一切都值了。想想越南那个老王，开着车带着杆来老挝找我钓鱼，最后吃了两顿猪蹄。湖里钓真的难呢，钓不到什么大的呀。我过会儿得把今天的照片发给老王，刺激一下他。嗯，别老跟狐狸纠缠，知道吧？也要往这个海洋里发展一下。还有鸟哥还在加拿大钓鱼呢。我等有机会，明年如果是能过去，我就去给他打杂，因为鸟哥开船。真的好香啊！这个，还有这个鱼汤，喝完以后，我觉得以后别的汤都没法喝了。嗯。这胃口越来越高了，这就是今天的那个钓鱼佬那个妹子啊，钓鱼佬，你钓手，对，叫你钓鱼佬是对你们钓鱼界的最高的称呼了，真的，女钓手，是钓啥呀？钓鱼，钓鱼佬。牛蛋，你等会儿，牛蛋吃榴莲不？对，我不会吃榴莲，我吃这个菠萝蜜。对，你们吃榴莲。这个不同品种。实在吃不完了，最后我们还油炸了三条小石斑鱼哦，然后就吃了一条，我把两条带回来了，因为我晚上有时候加班工作嘛，然后就菠萝蜜也带回来了，哇，他们把榴莲吃完了，哎，真的我，哎呀，在一楼这坐一会儿得了，等会儿上去，啊，你们按前台，你们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鞋底。这里啊就是十八丹，这里啊应该就是仙本那最漂亮的小岛了，十八丹小岛看到了吗？这边啊有很多个潜点啊，我们先在这里做一个登记啊，今天我跟老板啊两潜十八丹，先做一个登记，就必须要你的这个 AOW 的证和护照啊。 Hello my certificate。现在10点多，已经是做好了登记，你看把护照什么的放好，我看一下电池，上一次我还忘带一次防水壳，这一次是不可能忘记的。哎，你的防水壳呢？十八单啊，我去年来过啊，那时候潜了6潜啊，去年便宜750马币，才人民币才1000块钱，一天3潜。现在呢，人民币1700多，一天只有2潜啊，对吧？现在是，哎呀，水涨的船高啊，十八单是越来越翘了。而且去年的时候 OW 就可以，今年还必须 AOW， 嗯，这都不打紧啊。去年你们记不记得我第二天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说早上，哎呀，我心想的，我要把这个防水壳洗一下。然后里里外外擦干净，然后就放在那个，就是我们住在马步岛嘛，那个度假村的那个一个台子上，我还要晒干。然后他们喊我走的时候，我就给忘了那个事儿了。结果呢，我高高兴兴到这儿，然后准备上防水壳的时候呢，哎，我说防水壳呢，最后最想，我完了完了，当时沉默都懵了。还好呢，有一个小哥，还有一个 GoPro 借我拍了点视频，我操。今天是不可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的啊！这吃一堑，我长一大智。嗯，你看镜头擦干净，我现在都是用的4K 啊。十八单，一天花个1700块钱呢，怎么也得拍点4K 的景象，知道吧？套点链不要紧，咱电多。好了，然后就用这个长一点的自拍杆，因为有的时候别人不好给我拍，我就自拍了。我记得我去年来的时候，十八单是有个栈道的呀。今年怎么拆了？还是浪太大给搞塌了？这个。全员登记完以后，会给我们一个小旗子。向导现在正在给大家讲解十八单今天的潜点。出发啦！
three. Also. 起航起航，现在去前点啊，因为前导们他们正在帮大家准备装备。我们这船大概有个八个潜水员啊。已经在换好衣服了。你这个太骚气了，居然是粉色的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是老板的镜子啊，他带了好几个。哎呦哎呦，好了，十八单这个岛啊很小的，只有指甲盖那么大，就这附近这十几个潜点确实是世界级啊。希望我们今天啊能看到这个海狼风暴，杰克风暴。上装备，上装备。几乎都是腿。不多了，不多了。两个手。别动手。第三个。好了，老板先下去了。好了好了，该我下水了。十八单，我来了啊！六六六六六。六六六。
特别大的鲨鱼非常靠近我，鲨鱼在底下睡觉，靠近我。在哪看到的？在一个地方，然后他们几只小鲨鱼在睡觉，那大鲨鱼靠近我，然后我就站在那儿，我都不敢乱动。为什么要靠近你啊？他怕你动到小宝宝。是，真的好大一只。有多大只？哇，感觉比我大，肯定的。你们看看上面啊，在上面有那个网类。好舒服。来，好了，这个视频要到这结束了。我跟老板今天运气是真可以了，那个特别大的鲨鱼，我朝我靠近了，我们俩都拍到了吧？我有点害怕，我可以咬。我倒是不害怕它咬我，我就心想着，你要是靠近我就舒服了。好了，666，点个关注，点个赞 ，O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鞋底，我现在啊是在十八单，刚呢潜完一潜，现在大家在岛上休息，准备吃中午饭。中午这一顿啊，就只能说是将就的吃一些啊。我都是最后一个过来打饭的，因为我刚才在工作，就是把我的视频啊赶紧的导到手机里，确保万一。这是鱼肉吗？鸡肉？哦，这应该是鸡肉。上一潜啊，真的是非常爽，一下去就看到了杰克鱼群，紧接着呢再往深里走，我居然遇见一条特别大的一条鲨鱼，我就拿了个相机这样子，我真的非常期待它靠近我啊，因为在那种情况呢，你只要不要乱动就行了。因为鲨鱼基本上是在水底下，它是不会攻击潜水员的，因为它不认识，知道吧？你看我一个黑乎乎的，是吧？嘴里还冒着泡泡的，它咬我干嘛？是不是？我就特别心想的，靠近我，靠近我，知道吗？结果它真的靠近我呀！我真的好震撼，那条大鲨鱼。这是我潜水这么多次，第一次在水下与大鲨鱼近距离接触，哇，那真的是非常震撼。我们潜水员啊，下水真的就非常期待自己能看见鲨鱼。紧接着我们再往下走的时候呢，就看到了六只鲨鱼宝宝在那睡觉。这一趟非常值了。今天呢吃完饭，我们下一潜应该是去海狼那个点儿，希望能看到那种哦这样子的海狼风暴。吃饱了饭，休息一会儿，差不多1点钟才开始第二潜呢。第二潜海狼风暴，好舒服、啊，吃了点东西，在这休息休息，准备第二潜了。OK， 这边水非常清的啊。Okay,
one is also 20 to 25. The bottom gun is the same. The signal, the rules. 现在我们去是那个海狼的地儿。哦、oh, ，no！ 漂亮。Come to Malaysia. Chen, Chen. 六六六六。我的妈呀！检查好啊。胸带一般都用不上，得绑两个环扣上就好了。海狼风暴，海狼风暴，海狼风暴。来来来，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稳一点，稳一点啊！我先下去，我先下去啊！你别着急啊，我先下。不狡猾。也好，
现在真是靠运气，一天就两千啊，一次性1700多人民币啊。唉，第二天就是第一天还不错，看到了杰克森号，还看到个鲨鱼。好了，等船来接我们。这边流非常的大啊，就技术不好的真的是要考虑一下的，因为速度特别快，一直就是吹着你到处跑的。你们看到了吗？看到我们家鲨鱼。我们也是看到鲨鱼，但是没看到海狼。来来，过来抓住绳子，或者你先上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先上。对。一个一个上啊，就是人家上去以后你再过去，因为有人可能会踩滑了，然后就掉下来，万一砸中你。好了，全员都上船了，我们现在要离开十八丹回马步岛那边了。再见了十八丹，以后有机会再来吧。好吧，十八丹。OK， 出发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鞋底。我呢已经是回到了酒店，我从早上7:30去那儿集合，到回到酒店6:30，11个小时，总算是结束了潜水的行程啊！我回来以后呢，第一时间查看我的 GoPro， 就看那个鲨鱼那段，哦，那真的是，我现在在回想起我当时那个心理活动，就是中大条鲨鱼，哦，可超过来，超过来了，然后呢，我当时是心里很期待，就说。啊，来来来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让我拍清楚一点。当他游过去以后，再游回来的时候，就朝着我这边来以后说：“哎，稍微离远一点吧，保持一个正常的社交距离就行了。”结果他游到那边以后呢，他一个转头就朝我过来了。当时我好奇心的驱使，其实是蹬了2步过去的，靠近他一点点。结果当时啊，我那个心态啊，真的是我都差点要准备拿手了，就是拿手过去。准备去摸那个鲨鱼的鼻子，要是它真的是要直冲冲的过来的话，我就想摸一下它鼻子，然后把它掰过去。结果它那个速度，它那个尾巴就真的是摆一下可能就到我那儿了，但是它最后摆了一下，嘟，转了个弯，哎呀，我这心情，这就是当时的这个心理活动啊，但是确实刺激，真的。什么海狼鱼风暴、杰克鱼风暴，真的都不如在水底下。偶遇一条大鲨鱼来的刺激，就是，而且那周边没什么潜水员，就我们三个人，而我的前导和老板呢在那边，知道吧？就我离的那个鲨鱼最近最近，知道吧？就那种就是近距离接触以后，我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忘掉那个瞬间的。回来以后立马就剪了个小视频。哎呀，我现在看这个小视频啊，就感觉到，当真是值了，值了。虽然我花了1000多块钱，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值得。有这么一个片段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出去集合了，吃晚饭。今天是蔡大哥休息啊，新哥叫蔡哥去钓鱼，蔡哥不去，不去。这个朋友，对。好了，我要开始装逼了。我刚才把那个小视频20多秒的导到手机里了。我就边吃饭边发朋友圈，到处发，给什么小桃啊、德克斯特呀、沉默呀、老板呀这些人嘚瑟一下。我已经是给他们讲了，我说我在水底下，哎，遇见一条大鲨鱼。这个逼装的可以，那必须的。哎，我们这群人，我们就这点追求。好了，嗯，哎，哎呀，准备发个朋友圈。
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鞋底。我们现在啊又到了马步岛了。我们在马步岛上预定了两天的住宿。这一次到仙本那来了，主要就是考个潜水证，再去潜一下斯巴丹。今天开始才是度假啊，前几天那跟打仗一样的，觉都不够睡。大家到这个岛上来，基本上都是订这种水上的客栈啊，价格呢，比较贵，不便宜。现在是旺季啊，就这家，我们订的什么马步天堂潜水客栈 ，OK。哎呦，可以。啊，他拿行李是吧？好，谢谢你。哎呦，走，这个直接开饭了吗？刚好赶上。填完表直接开饭，这节奏还可以啊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对，还好我早饭也没吃。哎呀，这都是鸡腿啊。对，咖喱鸡，哎呀，我就喜欢吃鸡肉，只要不是海鲜就行了。这是汤啊，这是个清汤，哇，有，这个汤比清官还清，绝对是清汤，哎，还有块肉，被你找到了，你还是幸运，还是来晚了，这样一看还行啊，管饱呢，味道还不错啊。就是他这边吃海鲜好像自己去买，然后找厨房加工，应该是正常供应的，应该都是一些鸡肉什么的。这是鱼，有啥的，走一个45分钟船。哎呀，总算是到了站了。这买的椰汁儿，这凉的，好爽，可以啊。算是吃饱饭了呀，那景色确实不错啊，这边。Hello， 这就是我们的房间，就这个，这是一个三人间。这就是卫生间。虽然说在这个海上，但是感觉不到晃，还比较稳的。现在图省事儿，看怎么样？全部先把这个工作台给搭起来。这睡醒啊，真的好累啊，就是困乏。就前面潜水一直被这么提，觉不够睡。哎呦，这哈欠连天的。哎呀，过会儿，太阳小一点的，到岛上溜达溜达。我前面呢是住过那个去年啊住的那个 Uncle Chen 那边，那时候价格便宜啊。就现在这边，你看我们三个人住那间房子，窗户都没有的。我们的价格是我看两天啊，三个人管饭管接送，差不多是1760马币，折合人民币差不多是2800块钱，就1400块钱一天吧。因为现在旅游旺季啊，全是中国游客，外加上他们马来西亚这边也放假，就假期，所以什么都贵。我们下午啊坐船出去浮潜，这一船应该都是浮潜的。哎呀，你还搞了个防晒，你看我们就不怕，知道吧？好酸啊，你看。好伤啊，你细皮嫩肉的，你看我们这皮糙肉厚的，你今天就铜皮铁骨了。对，我从来没有抹过防晒，好舒服啊。这是卡帕莱啊，这边都是高端这个酒店的，一晚上准备得个3000-5000块钱吧。卡帕莱这一排水屋价格真的，你看那个小鱼苗肯定不会便宜啊。今天这个水倒是清啊，应该鱼不少吧。老板捡不捡？
需要练习自由潜，我在这儿看一下他怎么样的潜下去。好牛啊！对啊，这高手高手。嘿，游泳技术不行啊，我要穿个救生衣了，穿个口就行了。好冷啊，好冷啊！哎，好了好了，舒服了。我们三个再浅一点是吗？不见了，你先一会儿下潜的时候我帮你拍一个。哎呀，老板还给你潜下去一点。没脚蹼啊，跟不上啊！老板有这个水平啊，就可以去毛里求斯当家了，是吧？真的一定要练到，至少得接近10米吧，然后要停留1分多钟，真的才能去那边好好的跟那个什么金鱼啊合个影。我这个啥时候才有这个水平啊？我的现在还是个救生衣的水平。厉害，这一次你都潜到至少 七八米的位置了。我操，牛批啊牛批。下不去啊。现在你们相信我说的吧，这个潜水跟游泳是两个运动。哎呀，我这游泳真的不行。哎，对对对，你还是拽我过去吧。我没脚蹼，我走不动。老板过来，叫了个，这个这就是 glove 带油。怎么着都回来了。哎呀，蔡大哥还是可以，你要沉不下去。对，蔡大哥是没有3公斤的铅，甭想让我沉下去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真的好累呀！我就说这个游泳跟潜水是两码事吧，是吧？对，哎，这就是会游泳，我就不行，游行一半。啊，我们是。隔上个1-2米，不推一下就不行了，就要往下沉了。沾水你的脚啊，可以不用动，你的手这样就可以，就节省你的脚力。对，我反正是在水下待着，就越待越费劲儿。鸟啊，嗯，这样子你可以在水中待很久啊。嗯，因为你一直就叫脚这样踩，很累的。对，很累的。
回来了，把衣服洗了一下，晾着，给这个夹夹子夹着的。就是我们自个儿带的很多饮料啊什么的，放到冰箱里，现在喝。啊，好喝好啊！人啊，贵在有自知之明。我说我这个啥水平，我自己心里有逼数。就是游泳池我都游得够呛的人，到那种就是哎呀好几米深的那种大海里就算了算了，尤其是待的时间久的话，我肯定得搞个救生衣救生圈的，就是偶尔哎呀脱了这个救生衣我蹦跶两下意思意思行了。没办法，真的这个就是天赋问题了。像我潜水的话就是中性平衡啊耳压啊什么的，很快搞定的吧，都没什么。但是到了游泳啊，完全是两个运动，真的。千万不要觉得我不会游泳，我能潜水吗？你看我就是个好例子，游泳一塌糊涂。